即係我好細個就拍佢嘅。我第一套其實係蛙英雄，後期接觸咧就係新嘅故事啊、男兒本色啊，咦都好多次喎、啊。雙紅三抄係啊，所以我就係即係同導演係特別有感情，因為我拍咗佢好多。咁亦都可能因為佢咁樣咧，跟住我可以喺其他唔同嘅人嘅電影我都會有出現。咁所以佢對我嚟講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導演嚟嘅。咁佢亦都佢人亦都係好好。咁你睇得出佢係除咗一啲好擅長嘅動作嘅處理嘅導演之外咧，佢喺每一個導演作片裏邊咧，佢嘅情啊，佢都係有嘅。呢個我諗就係佢個內在，即係佢無論係親情、友情或者係男女間嘅情，你睇到其他好多作品都唔同，咁都係有嗰種情喺度。我睇到報紙先至咁樣，因為其中其實我都 text 過一啲 message 俾佢。即係啊！呢個戲有某個戲幾好睇喎，可以睇。佢有嘅，有嘅，都仲有嘅。咁啊，跟住就出現咗咁嘅事。我第一次係我自己第一部戲《新警察故事》，當時即係我自己好新，我就未識得即係去欣賞，或者我自己都冇咁多時間可以同到導演去交流啦。但今次自己即係喺演戲嘅參與嘅唔同作品多咗之後。再見翻，再同導演合作，覺得佢係佢處事好有風度，佢好有正義感，佢對人好真誠。即係我對佢嘅印象，佢就係永遠都係笑面迎人，即係好和蔼可親，即係冇一刻係黑面。佢永遠都聚聚笑，甚至乎可能 playback 對你可能有啲演法有啲咩改進，佢都係笑笑口，完全冇 hard feelings。大家都是打一個打情罵俏的都是動作片我 OK 的不知道對手有沒有 OK 我 OK 的你不要找我你就 OK 了你殺死了馬上被人打那當然好了你有沒有問大叔啊你真好